今天是第21天哦，我完成了21天的摄影作业挑战。我设定了21个主题，从 day one day two 开始执行到第21天，每天不同的主题，依照主题去完成一个摄影作品。我觉得应该不能说是作品，应该是创作，因为它有可能是很简单的创作，有可能是比较认真的。会有这样的灵感是我在网络上面看到有许多人做了30天的挑战哦。如果你上网 Google 或是在 Pinterest Google 30 days photo challenge， 你会看到许多不同的清单跟 list， 我是从上面找到的。但我觉得30天这个数字有点 heavy， 所以我把它降到21天。这21天我觉得我主要是希望让自己能够在有更多的不同的角度思考，因为有了一些主题的设定，我们依照这个主题才会去思考，也许会打开我们以往不同的创作方式或不同的想象，或是有时候我们很懒惰，至少有一个动力可以 push 我们继续去做一些创作，每天都做一点点的创作。 Alright， 这是21天的分享了。OK， 为了让挑战不会这么的困难，我设定了几个规则。如果我当天太忙或是飞 out 了，我必须在隔天把前一天的作业补完。如果我当天遇到更适合其他天的主题，我可以跟其他天的主题做交换。3，绝对不能超过2天不创作，如果我飞 out 到第3天，这个挑战就失败。 Day 2，你身上穿的衣服。关于 day two， 我本来拍了我自己的穿搭，但我总觉得好像哪里无聊哦。因为最近可乐在中午哄完小孩子睡觉之后，都会到3楼的阳台去晒太阳，然后结束之后会在2楼的浴室洗澡。洗完澡之后也会冲洗他身上所穿的比基尼，然后就放在楼梯，到之后要上3楼的时候，他才会拿去晒。我刚好走上去的时候看到，我就把这画面拍起来。与其自己的穿搭，我觉得我这次比较想要用可乐身上穿的衣服，至少那个想象画面是比较有趣的，比较好看的。Alright， Day 3 Cloud。这天早上我在蜜月湾冲早浪哦，顺便记录下了这一张画面，我觉得蛮有感觉的。它有一点点的层次，因为阳光躲在云的后面，太阳快要出来的时候，其实当时很暗哦。我用长曝，我用慢快门去拍下这张照片，这张照片还蛮有意思的。第4天 ，Something Green， 我并没有特地去拍一些绿色的东西，但不过这一天我们中午一起带着小朋友去我们家旁边的庙去拜拜啊，不是真的拜拜，但我们大概早上的时候都会带小朋友出去走嘛，那刚好这个庙很近，那我拍了几张照片哦。我们在拍的时候，的确会看到一些植物跟山。那我把那个绿色调成一个我喜欢的绿色，那整个画面的痛调你就感觉到一个绿。然后我特别喜欢在停车场的这张照片，可乐拿着雨伞，多拉蹲在地上，这样很可爱。Day 5 After Dark， 拍下晚上的画面。我觉得我尽可能希望这次的创作都跟生活有关。我想到有一条路，我每一次从头城下交流到要回家的时候，这是游客不会走的路，它是一条
稻田边的一个小路，那条路完全是没有路灯，但直到有一个地下道，到一个地下道的时候，前面会有一个小小的灯，我觉得这画面好像蛮有趣的。那地下道上面就是火车经过的铁轨，然后我就特地去了把它拍下来。 Day 6是关于沉迷或是欲望啊。我觉得今年好像没有机会滑雪了，我把我的渴望都投入在冲浪，至少是这一阵子，因为我前一阵子都没有下水，这一阵子开始比较常下水，然后我就觉得哦，我如果能够有时间的话，我脑袋想的都是海水，所以我就把我包的冲浪板集中起来放在客厅的角落，刚好阳光洒进来，我拍下了一两张照片。 Day 7 Changes to come，即将要改变的事情，或是即将要发生的改变，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的，所以我在这一天记录下了 Dora 背着书包的样子，因为 Dora 快要上学了。小朋友上学之后，我跟可乐生活节奏会因为这件事情有很大的改变哦。也许我们会多获得一点时间，然后也许我可以更多时间工作，但也可能因为小孩子上学之后，也会遇到很多上学之后的烦恼，这些我们都还不知道。所以这天我请 Dora 先背上他的一个玩具书所附的一个小书包，然后请他坐在椅子上拍下这张照片。我最后选这张，我觉得比较有故事，他刚好坐着，很像在念书的样子，他在看一本书，我很喜欢这张照片。 Day 8 Routine，我想要记录下我们日常会重复发生的某件故事哦。刚好我们每次买完菜之后，都会带小孩子去对面的头城国小滑溜滑梯跟荡秋千。这一天刚好也发生了这件事情。那这张照片是可乐记录下来的。Day 10 Childhood Memories， 我翻了一下我所留下的 CD 哦，我本来脑袋想的是另外一张 CD， 不过我翻到这张，它是日本的一个团体叫做 Zoo， 我是因为 Zoo 的团体才开始跳舞的，在1991年的时候，因为他们的秋秋圈，我拍下了他专辑的样子，然后我最后会选特写的这一张。Day 11 Something Blue， 这天下午我们刚好在海边玩。现在分享这张是我特别喜欢的。那我在调色的时候，因为有天空有海水，调色的关系，我就强调蓝色。Dora 戴着帽子，身上穿的衣服也刚好是蓝色的。Something Blue。Day 12 Sunset， 这一天我其实比较废奥，好像因为工作有一点忙，所以我在吃晚餐的时候把相机架在工作室的阳台，用拍照的缩时方式记录下这段缩时，我是用 H-E-S3 拍的缩时，然后再从中选了这张照片，刚好是天黑跟日光交接的一个 moment。 Day 13Cannot live without， 最多的欲望就是冲浪跟滑雪，这两个东西其实 是同一样东西。我把我print 出来的三张滑雪照片，我把它放在我的架子上面，然后我再用相机去把它拍下来。这次作业就用这个方法吧。
15剪影。其实当天有一张照片我超级喜欢的，我们收到小朋友的入学通知单，上面有注明一些小朋友要准备的东西，那妈妈很认真在看这些细节，它有一点剪影啊，是我觉得非常喜欢，但我觉得它还是不够剪影，所以我最后还是用了在早上。通常我们把 Dora 叫起床之后，我们会进到我们的房间看两首儿歌，然后接下去开始吃早餐啊，煮咖啡之类的，然后我拍下了这张照片，就用这张照片吧。 Day 16 Good Habit 好的习惯。我最近逼自己一天至少要喝1公升的水哦，这个水壶常常就是会放在我的桌上，我拍下了我看到它的样子，我通常看到它的角度是这样子的。Day 18 Stranger， 我必须记录下一个陌生人了。我这一天早上特别早起，我觉得光不错，我想说出门拍拍看，就在我家旁边，我大概到庙口附近的时候拍下了一个阿嬷，这个阿嬷我不认识，拍到她走路，然后最后我经过她的时候拍到她的正面。这一次的作业就用这张照片吧，拍下一个陌生人。Day 19 Close Up， 我应该是要拍一个特写哦。我们去了宜兰的新月广场，新月广场要到停车场的时候，手扶梯下来，它有一整排的夹娃娃机。通常妈妈跟女儿会在那边等我，先去缴停车费。我回来看到 Dora 在 Pikachu 的夹娃娃机，她其实太矮玩不到，然后我就拍了一个这个画面。后来就发现，我去拍 Pikachu 的特写，好像蛮有趣的。所以这次的特写是 Pikachu 的笑容。Day 20。Celebration， 我有针对这一天把某一天的主题换过来哦，因为这一天是 Dora 的生日，刚好符合这主题。我拍了一些照片，我最后选这张，耶、yeah。这就是大概我的21天摄影作业。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它算是一个非常疗愈的过程哦。我们在设定这些主题之后，心情不要太严肃，因为主要我只是想要有一个理由去 push 我们去做创作，而且因为有这些主题，它可能会跳脱出我们以往的习惯，借此思考了蛮多东西的。不过如果各位朋友有兴趣的话，不管是拿手机还是拿相机，也许你也去找 list， 然后让自己做21天的挑战，或甚至是30天。那21天还没有分享嘛？第21天也是 self portrait， 也是自拍。我这一天有比较想要认真一点点。今天早上我5点多醒来，然后到了工作室，日出的时候斜光会进来，我觉得好像不错。虽然我那时候还没有醒，我刚才去洗一个澡，然后我听着音乐。然后我让自己不要思考太多东西。我觉得到我现在这年纪，我们有时候会反思一些，我们自己目前属于什么样的状况。我最近可能因为戒烟的关系，我胖了8公斤哦，所以现在拍影片脸是比较胖的，然后肚子也变大了。总之，我想要能够更赤裸的去检视自己。我们用自拍这个方式去记录一下我们现在这个 moment， 所以我把我的衣服都脱光，我不想要思考我应该要穿什么样的衣服，或者是我应该看起来好看吗，还是不好看？那至少我知道有一个对比的光，那个感觉是我想要的。我甚至头发也没有整理，那我就听了这首歌，顺着音乐的感觉去流动。OK， 我觉得是蛮疗愈的一个过程，它算是蛮有仪式感的。也许我会再花更多时间执行一些
自拍的创作。谢谢各位的观看，希望影片能带给你一些想法或是感受，同时也谢谢 Alice 的赞助，我才能继续制作好的内容跟各位分享。 Alice 是一个音乐版权的网站，在网站中有许多类型的音乐可以寻找跟使用，甚至有许多的音效。今天这支影片中所有的音乐都来自 Alice， 在影片下方有提供连结，从连结加入会员，你可以获得多两个月的会员期限。 OK，再次谢谢你观看的这支影片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拜拜。